小小的蜜蜂是植物授粉的重要角色，但农药以及气体破坏，蜜蜂直接受害。目前城市养蜂正在掀起，不只抢救蜜蜂族群，也改变原本冷冰冰的水泥丛林。人类文明的产物让古老长寿的海龟面临新的危机，误中渔网，误食垃圾，每年搁浅以及误捕的海龟高达一两百只，该如何帮海龟找生路？有一种生物，它们的祖先可追溯到恐龙时期，经过上亿年的演化，现今它们的后代仍在海洋中继续遨游。它们古老长寿，但是文明的产物带来了新的危机。该如何帮海龟寻找生路呢？都是因为渔业的关系，受伤的被网缠缠到。两只受伤的海龟被送进台大的动物医院进行治疗，他们一只要来回诊，一只则是急诊。兽医帮海龟做详细的健康检查，测量心跳频率是否正常，抽血检验看身体有没有发炎感染，还要照 X 光确认背部和腹部有无异状，另外也会仔细的检视外观和活动状况。这里有受伤，脚受伤，脚断掉，这边，看这里，好了，好痛，很痛，它这边又不会。在左后肢的部分发现第二跟第三指节那边是有一个骨折跟脱臼的一个状况。哦，有颗大藤壶在那里。外观上比较异常的话，就是有比较大的藤壶，那可能就是跟他身体的虚弱程度会有一定的相关。这样，这只被取名叫朝进的绿蜥龟还是个青少年，他在送医之前经历了一场生死交关。看一下下，看一下下嘛，一下下就好。排骨在哪里？啊！赶快！拍到他勾到海龟。小等一下，慢点。哇，好心疼哦。那一次是渔民通报我们，有人好像在放流刺网，所以我们就跟渔会跟志工就开船就出去看，所以就说突然发现一只会动的东西，就会发现是海龟。那个不能放下去哦，放下去它会死掉哦。你慢慢向前，赶快救起来。你慢慢向前。哪里被缠住了？鳍都被绞住了，对，还有头，哦，你看这里，还好，因为我们后来知道说，他如果再吃个十分钟，他可能就没救，因为他要上来呼吸的。至少让他活一下，那再看看有没有受伤。对，那个一定要带回去，他们真的一定要带回去。只要一抓到你没有带回去以后，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病变的话，哈，他回去就是。海龟是台大动物医院的常客，医疗团队急救过许多不幸中网受伤的案例，有些海龟的四肢被渔网切割出深深的伤口，有些则是溺水严重，抢救无效。因为他们在挣扎的过程当中，这些网线等于会缠绕更紧，缠绕在肢体上比较容易会造成切割的伤口，或者是那些网线就是牵到他们的肉里面的话，会在我们要把它移除的过程当中也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没有办法上到水面上换气，然后也有可能造成窒息这样。那就是命大哎。对啊，这是我救的第一只刺刺网活的。对啊，刺网上的都挂了。朝进是幸运的，
虽然身上伤痕累累，但至少捡回一命。而另外一只绿蜥龟小叮当也是从鬼门关走上一遭。小叮当9.6好。年纪约5岁的绿蜥龟小叮当，在宜兰头城埂坊一带的海域被拖往渔船误捕，送来的时候情况不太乐观。主要是发现有一个鱼钩在从嘴巴穿到眼睛的外侧这样子，当初原本想说把钩子拿掉应该就可以慢慢的恢复了，但是没想到他后来在我们就是等于是麻醉把钩子拿出来的过程当中，他就有休克的状况。结膜面怎么了？眼睑结膜面那边有一点点红，然后上眼睑看起来也还好，主要是下眼睑啊红红，哇！你看你的嘴巴，受伤了吧？兽医还发现小叮当严重胀气，无法进食。原来他的肠胃里就像小叮当的百宝袋一样，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垃圾。除了发现他肠胃道有一些胀气之外啊，就他排出来的粪便里面都是垃圾，有一整捆的线啊，或者是一些塑胶袋、尼龙丝什么的都有。他的肠胃道就是有严重的胀气跟一些感染的状况，就是像是肠胃炎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已经到非常的严重了。那时候血液检查出来也是非常严重的感染这样子。那主要后续的治疗主要都是在控制他的这些感染的状况，然后。因为如果说肠胃炎再继续严重下去，有可能会变成败血症这样子，他可能就会死掉。住院观察十几天，小叮当才脱离险境，现在还是得定期回诊追踪感染状况。混乱，真的。那肚子那一个，我看一下这个伤，好像比较好一点啦。小叮当的表情，好哀怨，来吧。会痛吗？脑子已经习惯了，来吧。他们应该没有办法区分吧？其实他上一次回诊，我们就发现腹甲有一个穿刺的伤口。基本上这样子的伤口，我们就是需要去，就是把它清创清开来，把一些坏死跟感染的组织移除，它才有办法，就是新鲜的健康的组织才有办法长上去，这样。好乖哦，好乖哦，小叮当，小叮当好棒哦。反正后来要收拾一下。你还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就刚刚他错了一下。好，这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好。为了让这些不幸受伤上岸的海龟可以好好养病，在北部地区救援的海龟会暂时送到新北市的共寮海洋资源富裕园区来收容照顾，这里就像是海龟的普通病房。啊，这只是阿杜，然后它是在新北市搁浅的海龟，然后这只是皮卡丘，哎，啊，它是在宜兰误捕的海龟。然后这只的话是叫洞洞，动来动去的那个洞洞，它也是在宜兰那边，然后它是搁浅的海龟。这一只的话是也是在宜兰那边混货的，它是懒蜥龟，它叫三明治。那我们希望这些因为健康因素的海龟上岸之后，然后不能再回到它海洋的家嘛，所以先到我们的护育园区来，然后。把他的那个身体养好，把病治好，然后再回到他的那个大海的家。绿蜥龟的话才会，因为它嘴巴比较小嘛，才会把它切比较小块。啊，可是赤蜥龟就很方便啊，就是可以切很大块，它都吃这个。
海洋大学海龟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是这些海龟们最重要的照养员。他叫洞洞，动来动去的洞洞，因为收容回来之后，他就那一直动啊。绿蜥龟其实再大只一点，几乎都只吃藻类啊，就是海藻、海草那种。啊，可是还小的时候，他们肉也会吃啊。啊，在收容的期间，基本上会让他们多吃一点肉，就补充体力啊，才可以让他们状况好的会比较快。对啊，会吃的会吃的。啊，有的喜欢吃鱼啊，有的喜欢吃花枝什么的，有的喜欢吃虾子，每一只都不太一样。他喜欢吃鱼。养在这边啊，因为距离远，我们不可能天天来，所以通常都是不太需要吃药打针的。他们在就恢复到普通病床了，然后就带到这边来，就是两三天。喂一次，同时呢也会去看说，我们喂的食物有没有吃掉，像这类东西，然后呢到一直到它康复的时候，那走之前可能就待在这边。生病的海龟就跟人一样，比较会挑嘴。为了帮海龟补充营养，让它快快恢复体力，研究人员想尽办法，定期选购一些海龟爱吃的食物。这样，龙须菜。北部不是有在养那个九孔吗？九孔的时候常常会批货，那批货的时候我们就会顺便去跟他们，就尽量让他们，希望他们营养均衡一点。他要吃油脂比较丰富的吗？油脂比较丰富，味道比较重，味道比较重，你们比较腥味比较重吗？对，其实这种腥味都还蛮重的，是因为我没有喂过主角，对，它都咬一咬就吐掉。像这种吗？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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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美丽。哇，这个我们都可以吃哎。对啊，运费，可是它就感觉油很多。煎鱼。我目前喂的是青鱼，他们比较爱吃，可是我们还没有试过很多种鱼种啊，感觉这个他应该也会吃。对啊，这感觉他们对啊，这感觉就很好吃。对啊，你要哪一种鱼？目前台湾海域记录到五种海龟，分别为带妹、赤蜥龟、蓝蜥龟、格龟以及绿蜥龟，都已经列入了保育类，其中最常见的是绿蜥龟。每年三月到五月以及九月到十二月是海龟搁浅和重网的高峰期，而且又以背甲小于50公分未成年的海龟为主。研究人员推测，这个时候海龟才刚刚迁徙到台湾沿岸，正准备寻找食物以及适合的栖息地。就是小海龟它一下水的话，它不是会进入大洋洄游吗？大洋洄游之后2至3年，它的背甲长大概20-30公分之后，它就会想要找一个它固定的居所，大概就是秋季冬季这个时候，它会来到台湾，所以它们就会在台湾这附近找到固定的居所。然后它们又小又年轻又人生地不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它的搁浅期。一接到有民众通报，研究人员就赶赴现场。每年在台湾搁浅或意外误捕的海龟多达100-200只，不过有70%以上的海龟在搁浅时早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背甲都裂开了，四肢也脱落。底下发现一只死无偌久的，啊，这只死足久的，迄种蛇虫啊，啊，真臭龙样。啊，这是啊，骨较济了。唔知咧。啊！我2个月，较无2个月就发现2只啊，那无去。好，对啊，对啊，对啊。我们
们大多就是会采一些样本，然后如果死掉太久的话，其实它很多死因啊什么，像如果你看到那一只，基本上死因都不知道啦。嗯啊，就只能采一些基本的，像是我们会做它的年龄的判别啊。我昨天大概有量下了，是38，大概是38吧。嗯。苍蝇很忙哎。除了那之外，也会看一下它肠胃道里面有没有一些人造物啊，因为像那种死掉很久的龟，人造物也都还在啦。里面有没有看到有绳子？啊，我们有发现海龟超容易会吃到这种绳子，不论是那种流刺网挂在岩石上那种。海龟的尸体虽然已经腐烂，但是肚子里的垃圾却是万年不化。这个是包装纸，食物的包装袋，有可能是这些东西会附着在岩石上啊。啊，附着在岩石上，因为它没有吃藻类，所以就会连这个一起吃下去。所以比较常看到的就是这种线状的，或者是那个塑胶袋的那种一片一片的。嗯、啊，有在猜说塑胶袋它可能就比较像水母。这样真的是很可怕。这一整杯的垃圾，会不会就是让这只绿蜥龟来不及长大、惨死的原因之一呢？就我们有发现说海龟它那样子，因为消化不良嘛，那它身体就会不舒服，它身体不舒服就会恶性循环，身体不舒服它就容易会被船撞到啊，或者是容易飘到岸边啊，然后又容易受伤。才没隔几天，再次接获海巡署通报，基隆岸边又出现了死亡的绿蜥龟。研究人员就像是法医一样，不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想要厘清海龟搁浅的真相。看起来还蛮像是网线纠缠，缠到了表的。因为没有理由，这边烂得特别快。嗯，对啊，啊这个那个，这是什么？吸管被咬过的吸管。这一块，看我写那个，就是撞上。一开始听到海巡弟兄是说他搬起来的时候，海龟的脖子附近有一些鱼绳的缠绕啦，那海龟可能是因为缠绕之后他紧张，或者是外力撞击，因为有看到海龟的背甲都有撞伤的痕迹。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撞击之后而死亡。海藻刚才吃的。对啊，臭解剖死亡的海龟，一一检查它的胃内含物以及粪便。研究人员发现，几乎每一只搁浅的海龟肠胃里都有垃圾。太大坨了吧？太大了，天哪！哎，都肠子里拉出来了。我靠！在我们解剖肠胃道里面，还是一样有看到人造物的部分，大多都是一些尼龙的绳子或者是渔网。嗯，那些东西海龟可能比较容易会误食到。人造物，它这个是就是渔网的。谁都不喜欢。都是渔网哦。对啊。线形全部都是渔网。线如果说在消化道里面比较危险，因为线它有可能就是它勾住了这边的肠壁之后，它仍然后面它还是会继续，因为蠕动的关系，它还是会继续往后蠕动下去。那它这边被勾住了，但是你的肠子还继续蠕动的话，它就会把你的肠子整个竖起来，那这整段肠子有可能就会直接坏死掉。研究人员在照料受伤海龟的过程中，观察到它们光是一天排出的垃圾就相当惊人，大大小小的塑胶产物应有尽有。虽然大多数会慢慢排出体外，不至于有立即性的伤害，但是可能让海龟消化不良、食欲不振、身体虚弱。尤其如果垃圾体积过大，会导致肠胃堵塞，就有致命的危险。一般塑胶它如果可能太大，或者是说它有尖锐的部分，它有可能造成就是肠壁的受伤，甚至是胃壁的受伤。那也有可能过大的话，可能就是直接塞住肠道，然后它所有东西都过不去。海洋早已不是海龟熟悉的模样，人为的产物漂流在海面上，沉积在海底，成为不定时的陷阱，
实际到海洋走一趟，就可以感受生物的处境。这边还蛮高，然后很多生活用品，但是大家来这边玩的时候，然后掉下去。首先，那种垃圾是已经卡那边蛮久，所以捞起来之后是蛮多沙子。然后像这种罐子、衣服，然后像瓶子，还有卫生纸的袋子。比较特别是捡到一个那种木炭的袋子，所以我一捞起来之后全部都是橘子。这应该都是废弃物了，就是一般乱丢的废弃物。你看这个还有水管什么的，那像这种工建筑的废弃物啊。越近的地方，那垃圾都会被打散，它也比较破碎一点。看到有时候会看到鱼在吃，就会觉得就替他们觉得很担心，对啊。如果有看到，我们就基本上能捡上的，我们会顺便把它带上。这个啤酒罐，都塑胶类的东西。捡这根本不用动，原地都捡不完。有捡到什么吗？饮料的瓶子啊，便当、鞋子，然后都食物的容器吧，我觉得食物的容器居多。这边有洗碗啦，有没有？还有牛奶的那个，哇，你看这么多洗碗。我们垃圾的部分会到上面，会再分类，所以大家就是先捡起来装袋，装满之后帮我们放在后面。近滩近海近不完，垃圾还是一直来。好了，老板好了。郭福和陈仁平决定从自己的生活做起，便当盒成为背包里不可或缺的物品。无论到哪里，他们都会带着便当盒去旅行。哦，中华洋面，装一下哦，好。它这个装那个沙拉，每一次吃就要一直消耗那些一次性的那些盛装的容器。假设我们可以减少这些垃圾的产生，那自然而然这些在海里面在环境当中的垃圾就会减少。这些垃圾怎么来？大概就从我们的一天开始，一天算下来，一个人会制造将近10个塑胶垃圾，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一群海洋科学研究家把一只海龟从海上面捞起来，因为它看起来怪怪的，发现鼻子卡一个东西。他们本来以为是一只虫嘛，可是发现它卡得太紧了，而且很硬，他们不太确定那是什么。他把井开，发现那是一根吸管。它为什么变那么硬呢？因为它卡很久了，分泌很多的组织液在上面，吸管就硬掉了，好像变筷子一样那么硬。有没有看到上面有海龟被那个树枝卡住了吗？每一只被救援的海龟都有令人心痛的故事，把故事说给更多人知道，才有可能扭转颓势。有没有看到它的 X 光照片？这是一个鱼钩哦，它从那个海龟的嘴巴进去，它从眼睛出来。对，因为它咬到了，它这其实很痛，因为我们拿去台大那个兽医的那个医院嘛，兽医院去拯救、急救它，好不容易现在也救活，把鱼钩拿出来，我们把它从嘴巴这里剪开，然后眼睛拔出来，然后从嘴巴拿出来，从那边剪出来，那它现在还很健康哦，已经快要可以回那个放回大海了。对啊。经过一个多月的休养，大病初愈的朝靖大口吃着小卷，让大家放心不少。现在终于可以好好返家了。收留他这个过程啊，我们才发现说，哎，有跟他一样那么多的同伴，一样是可能流失网受困的啊，或者是吃到垃圾被救援起来的，然后再发现，志工就会反映给我们说，哎，下面环境很不安全的，我们朝靖要回家的话，可能搞不好又会被困住哦，所以。他带着我们去发现很多事情。请靠边，不好意思。来，小朋友跟曹静说再见啦。曹静再见。啊，已经走了，已经走下去了。好了。好了，让你让开。
淘金再见。就很高兴经过我们这样子的治疗，然后还有陈老师他们团队负责我们就是后续的一些照顾的方面的部分，那就很幸运的就是小叮当他今天可以也放这样子。而小叮当四个多月后身体也慢慢康复，元气十足，很健康哦。我从钢筋里面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活泼，就是都会挣扎，会打泼水啊！我们就是抓的人全湿，这样很活泼。在大家的祝福之下，小叮当准备回归久违的大海。就是离别嘛，会有一点感伤，可是还是会觉得很开心，就是因为他终于可以康复了，而且其实大海才是他生活环境，才是他的家。你说会不会担心嘛？当然是会担心啊，因为其实外面的环境，收容回来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改善，可是外面环境是没有跟着一起改变的。经过这么多的治疗跟大家的努力之后，他可以顺利的野放，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出去之后就是看他自己的造化了啦，那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能够再看到他。前面让出一条路啊，让他来两排让开，帅帅加油，帅帅加油。海龟的返乡之路处处充满危机，当海洋整体大环境不改善，一边野放一边救援的循环就会一直上演着。照顾这个环境比单纯照顾这个物种还要来得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史非常的长，就是他要二三十年才可以回来产卵。我觉得要保护住这种生物并不是这么的容易。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把它的栖地维护好，就像是海里面的那些垃圾不要那么多，不要让他们一直吃到，渔业的行为再减少一点，不要一直去误捕他们。或者是在沙滩上面的开发，不要动不动就一直放消波块，这样它会让海龟没办法上岸产卵。海龟的一生要面对层层险阻，一只小海龟诞生，它只有千分之一的几率可以顺利长大，然后再经过20年到50年的成长时间，会游数千公里，才有机会回到它的出生地繁衍下一代。海龟家族在海洋里悠游千万年，现在这古老的生物面临的挑战更多了，他们只想寻求一个好好活下来的机会。